其实讲了这么多通篇的故事，到最后都是一个情或者一个意字。嗯，我觉得这个也恰恰是他老人家可能每一部作品当中都想传达给世人的，也是我相信那么多读者爱戴他和爱他的作品的原因。虽然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张纪中老师带领我们所有这么多人拍摄，对于艺术的完美的追求和对于创新也好，或者是还原小说的情节也好，做了特别大的努力。